哎，各位基隆理事先生，大家好，大家午安哈。那今天跟大家首先跟大家报告我们确定的病例哈。那今天跟报告的是本土病例28位，那居隔阳性的是11位。好，那居住的县市哈，新北市15例，台北市9例，桃园2例，苗栗县、台中市各1例。那我们现在解除隔离的百分比大概84.7%。好，那案件数今天大概需要再调查的案件数会比较多一点点哈，那不过也都是在这个30以下这个范围之内。好，那先跟他做这样的报告哈。